你是不是想弄我？我聊天室不见了。好了，回来了。本团没开台，刚才讲过一次，都没在听。我没开，而且我随时会不见，随时会消失，所以我才听啊。要有那个定才弄得上。都没在听啊，都不听，讲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高兴。那你是想怎样？工业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工业还是有点麻烦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脑袋转不过来吧？怎么一切回来看到烤兔肉，气死！谁啊？没有啦，那个啦，配方啦。哦。嗯？杰克的压模机呢？不要我自己做吧？我没看到他的压模机。杰克现在在我那个群组在玩猎龙，他已经不想跟我们玩了。他已经不想要做东西了。对，他应该搞不好他是全部都研究过了。他不是说他最近都在各种摸，就各种摸都沾一点呐、啊，他又不深入，都不更深入一点呐、啊，只有一开始才深入一点，现在都不深入一点呐、啊。都沾沾沾沾啊！找到他的模板了，工程模板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逻辑模板陨石粉。好了，储用发电机。当初研究人偶，我只用了半小时。你现在在刺激我吗？好，他在刺激你，没错。我就是不会这么容易被刺激的人。我以为你说好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，我也行。想吊我？不可能。结果居然不是这句话，没钓到。等一下，它贵，这模板呢？喽喽喽！杰克的模板藏去哪了？他不会放在身上吧？怎么可能？有啦，他有放在那个啦，靠近地狱人那边。他应该没有放身上，不是，因为听可炉子的旁边。他应该都收好了，因为他上一次上线就是跟我去测试那个，他是空装过去的。哦，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在身上，应该啦。可是我找不到他的另外一个模板呢、欸，奇怪。哦，这个。嗯，来看看这怎么弄哈。钓鱼失败。这里是有材料。哦，对啊，钓鱼失败啊。不知道钓鱼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鱼。现成的。那钓鱼不能用吗？可以啊，电量一直够哎、欸哦。算了，自己做模板。个头啊，怎么不会烧？有烧啊。看一下哦，模板在模板。那团团，你回工作室了吗？我在啦。哦，是哦。嗯。主事我礼拜，只是我礼拜六又要再回台北一下下。那你那么早回去干嘛？因为那个什么，因为我的档案没有带过去。哦，所以你没办法剪片。对，那些人偶、那些弱智，好哦，会有。不然我也不想要这样来来回回，好累啊、哦。掉水里你救不回来他，他只会站在那边。那坐那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人偶做出来不会游泳。哦。什么规定？开台啦！我自己做模板好了。你做了、哦？卖了、哦？啊？买啥？拿来啊！好啊，拿来啊！那我喝什么？安安，大家安安。你很开心哦。结果你刚雨燕刚是以为反应跟你讲，对，他在跟他家人讲话。对、啊，怎么了？因为刚刚有回你啊，我以为是啊，好好笑。我想说只是喝个便宜的多多绿什么的，他就跑一跑出去吃东西，回来说带了星巴克回来。哇塞，啊、很棒啊！奇数就是污染世界的根源。欸、对 啊, 啊，对啊，我奇数玩到最后很恐怖哎、欸。我当厨师就好了嘛，奇怪。没有用好就世界毁灭咯。嗯，不要惹我。
界毁灭任务就交给我吧。不，我来就好。我来当黑脸，你们去当白脸。很可怕哦，可怕哦，没有弄好就世界毁灭喽。真的。我们那时候在测试的时候已经毁灭过一次了，我感受到了。毁灁那毁灁就虽然毁灭那个并不是因为那个秘术的关系，但我知道挺可的可怕了。是某个异世界的东西的关系。他吐了槟榔汁在地上，就那边一辈子都有槟榔汁了。对，一辈子都槟榔汁，完全好消不掉，可怕的槟榔汁。对啊。欸，所以我们之后如果要去那个次元，我们绝对不能在他们的怪把他们的怪物掉落物带回主世界，对吧？有人跟我带回去就完了。有人跟我讲说，凋零骷髅的那个东西不要乱点地板。为什么？你说那个鬼魂的东西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？你要试试看吗？啊，不要。那就对啦。你这样讲就是不要。太可怕了。啊，蛮诚实的嘛。你还是很诚实嘛。所以是不是该给我个奖励？来，过来，我让你看看大眼色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。给你棒棒糖吃。棒棒糖吗？我不想要棒棒糖哎、欸！你不吃糖？对，我不吃糖，我吃咸的。那你吃棒棒？你吃棒棒？那还有炸过吗？哇！大棒棒！原来你喜欢吃炸过的。Yeah. 嗯，知道了吧？短短喜欢吃炸过的。我觉得你们这样不行。短短喜欢炸棒棒，棒棒的更好。现在还几点而已，等一下八点半。我们过美国时间可以吗？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早上八点也不行了。那你是不是等一下去睡觉、啊？我有点累了。想睡了。你想睡了？你想睡了？好啦。我以为你的好啦是好啦，今天就先开到这裡。很想啦，我研究一下厨用发电机怎么玩哈、啊。吓死人！我想说你才开几分钟，你就要去关台。哎、欸，我很随性啊，我又没有压力。是啦，轻松，没错啦，轻松开台毫无压力。好啦，好像很痛。为什么不开台？你去私讯他粉丝团，他就问他。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会消失。你去问团团为什么不来跟我们玩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在游戏里啦，我只是在刷怪而已哦。为什么不找团团一起玩？这是不是跟团团感情不好？对我们感情不好。对啦，怎么样啦？对啦，我们吵架啦。不行，跟你讲，你看我们这样讲哦。然后呢，那个之后我们影片下面哦，都会有人问说，为什么你要跟叉叉叉吵架？你们可以和好吗？哦、oh, ，就会有人相信。凋零骷髅那个，只要跟草地分开就 OK 了。然后有人说，生怪效率比生怪塔高。嗯，说跟那个凋零的魂，先丢个食物进去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先听我解释。我知道丢食物进去啊，我要丢什么食物会比较好？哎、欸，感觉马铃薯跟红萝卜比较好。嗯。哎，丢食物进去，那我不是也可以用这个运作吗？来 ，apple， 啊，这里，靠，苹果不行吗？他不接受吗？他不接受苹果？苹果不是作物吗？他也是食物啊，为什么不接受？你这么小看苹果，艾琳会生气哦。算了，我还是在家自己家用，都有量产都可以。不是啊，因为。萝卜跟马铃薯一次是喷两样以上啊，啊，小麦只会喷一个小麦而已啊。嗯，听说食物补越多，产量越多哦。你好像懂了什么？那也只，那就丢牛排啦。对啊，马铃薯比较好，我也觉得马铃薯比较好哎、欸。所以我要在这边再种一个马铃薯，然后再一样盖类似这种东西，对吧？记录档有啊，记录档会放在副频道，只是最近我还没上传，最近的还没上传，可能漏死性。嗯，用 JEI 看看就好。JEI 就旁边那个很多东西的。有。JEI 跟 NEI 到底差在哪里啊？
一个是旧版，一个是新版。好好好的，好好。基本上简单讲是这样啦，看看苹果能不能考，要能考的东西就能丢进去，是不是？考苹果吗？小麦不能考啊，想骗我？可以考面包啦。啊，繁星，你有没有稿子？有啊，怎么了？你要不要下来挖一下？我再帮你改造这边。然后结果我摆错格了。你在冲烧毁，冲烧毁。哎，我在让你这边变得更便捷，以后不需要按空白键。我都没按空白键啊。没有啊，你走上来要空白键啊。怎么叫走上来要空白键？双快走。哦，你是跟我讲是用梯子是不是？对啊。不用啊。然后我们都有自动往上走一格的能力。不要，你要体谅老弱残穷。为什么你身上没带稿子啊？我忘记带了啦。是现在会魔法就不需要稿子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是忘记。而且你知道我这边要扩，我这边会改过会改吗？撂一下是吗？撂一下。啊？我后来发现不要这样摆这一格。你借过啊？我过了，我过了。嘿，是这样怎么办？这样比较，这样很漂亮啊！很美哦，我后来觉得很美。好好好你不要，好好好，你最美，你最美。我不美，我不美，我最丑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小看不美哦，不美。杨太跟光彦很喜欢哦。对啊，我知道不美是陷入三角关系的那个主人啊。狂的。火山卵石，这样，团团背后变帅了，我背后也很帅啊，很古溜的斗篷。你看我们两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披风跟我不一样？啊，披风样子跟我不一样、欸，哎，真的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、啊？哦，那个。那个你按和你看那个配件上面不是有个数字？你是几趴？75。啊，为什么我只有25啊？哈哈，这也有差。我只听说这个斗篷好像跟久了会有忠诚什么鬼的，我不懂。哦，忠诚还有忠诚度啊？因为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趴数是什么，就是我看斗篷就只有这个最好做啊，我就做这个。对啊，其他斗篷超难做，可是其他斗篷更帅，我好想要。要什么盖亚？盖亚什么？盖亚之火。对啊，所以我在等小雨开盖亚，我要去打盖亚。团团说他没有改稿纸，拿石头堵起来。嗯，你是说我的花纹还是他的花纹？哎、欸，那个叫那叫石头堵我，那个叫什么名字？让我五缺啊，来五缺。好，我懂了。他最近是现充了哦。最近有对象就这么。你是说我嚣张了是不是？你是说我的披风看起来母汤还是团团的母汤？都很母汤，好像我的比较母汤哎、欸。你的吧，你的都一堆卷卷的。不是不是，吐吐我的中间。对啊，你中间那一根要不要吃棒棒糖？我不喜欢，我就说我不喜欢吃棒棒糖。哦哟，我喜欢吃炸棒棒。你喜欢吃炸棒棒？好吧。你喜欢吃炸棒棒？发电机虽然不用。但如果 GP 过载，全部机器都会停止运作。哇，也太写实了吧，我好怕。感谢。完了。母汤法师。母汤法师。谁呀、啊？啊，繁星啊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法师哦。你都有光环的，虽然那个光环跟我一样，那个粗糙光环。我是佛系，不是法的。都是啦，都是啦。嗯，做错，其中一个要普通火山，没有啊，没有做错啊。我是要做压印机，没错啊。不是重点是我在想，我这个要放哪里发电啊？我很困扰，可以放这边吗？然后拿一大堆马铃薯，马铃薯、欸。其实我马铃薯很少、欸，都没在种。我这里还蛮多的，我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四组半。
没有用，你要拿去种吗？问一下，我也有啊，只是你四组半。对啊，二四六八九，抱歉，我九组多，那很够啦。你要多少？不是，如果他拿来当燃料的话，你想想，你就加快种啊！不是我们找到的那种荷叶吗？嗯，你种下去就知道了。哦、对呢，他那个对一般的作物来说，长得奇怪无比，奇怪无比。为什么丢进去没有效啊？是要先充能它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要先充能它？那个除用发电机。发电机还要先充电吗？应该 不用吧，因为它是我真的他们在讲说 RFGP 那些我真的还要花时间去吸收、欸、OK， 然后需要活塞跟粘性活塞。好，团团总不讲话了，拍翅膀棒、嗯，我在吃棒棒啊！他在吃炸棒棒。我在炸棒棒。我在认真的练武士刀。你在不用练了啦，会坏掉啦。对，我在忙着吃东西。啊，不对啊，我在练武士刀。还能吃什么东西啦？练武士刀啦，不小心说出来了。你们这样不行啊！不可以这样。不行。需要 GP 电吗？不要用那个彩蛋塔，那个彩在花上用泰拉监控飞到的啊？对，你去看一下传输节点有没有放下速增，有没有放下速度升级？车速有点快，没有开车啊，是你们自己想歪了啊、哦。GP 是 EU 的能源，哇，你们在讲什么外星语言啊，我真的听不懂、啊。我一听，听又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 GP? 没有什么过。GP 就，你等下你那个是，我 GP？ 我 GP？ 你是要用 GP 能量吗？我看一下。我只知道我有人打 GP， 只打 Chapelle。Chapelle，No more 战术。我打 GP support 不插眼，好久的好久的 一句话，我、哦、天哪！有的要现在在用什么、啊？拿出来，不懂哎、欸，我也不懂。来来来来，给你看这个。我能懂。啊！你怎么受伤了？啊啊！加油！好。啊？要放速度升级上去吗？哎，穿 Unity 的。HR Unity 的应该需要 GP 给他动力哦，要先给他电对不对？他那个应该算是动力，不算是，也他也算是，他是讲电啦，但是我认为他是算一个动力啦。嗯、哎、，GP 哦，看到 GP 总电量了，我没有想的太复杂，他就是这么复杂，没有，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你们要把什么公斤换算成台斤，然后换算成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现在会搞混到这边来。你这个东西你要先做小偷你在干嘛？我要把它放回去啦，我偷不回去。点右键啊，你在干嘛？我点右键会放上去。哦，没有。你不要按 shift 啊，小偷。哦，我刚按的 shift。我想到为什么会放上去，我要把它打掉。团团过年后就怪怪的，没有。他自从200,000订阅之后就怪怪的了。真的？他已经怪怪的很久了，你们现在知道吗？对啊，怪怪的、啊。你们才怪怪的好不好？小心，跟我来。哇，女团要不要一起来？你们要干嘛？为什么你要突然蹲一下？对啊，你干嘛蹲屁股一下？你是不是屁股？去谁家、啊？你家吗？我家。好。起走。啊。好了。小心上来，上面。你先做这个机制，这一个，做好之后，你的炉子应该就会动了。这是哦，水力发电吗？那我敲回去。这是 GP 的，那我敲回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要用啊。我一样做四台吗？做四台应该会比较够用啊。那我做这个就好了。这个是手动的、欸。啊，我用那个啊，什么玩家模拟器啊？你
这车的电量很少啊、欸，你要自己在旁边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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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转嘞、欸。我叫坦坦在旁边转啊。啊，我没有那么多，对，没有那么多什么 ？Time，Time，Yeah。等一下哦。蝴蝶，蝴蝶队。因为你家东西用 GP 电，所以你要找出所有在用 GP 的东西，不然用到一半，其中一个可以用 GP 的是。你就先做，你就先做那机制啦。那做那机制，你就会有 GP 的那个